航母约近第七月十二点，七月十二点，确保对方的航母。早晨，早晨，你要照顾对方 CB6，航母全力攻击对方的航母，陷入对方的攻击，或者帮助除非机搞对方航母。那你继续拖着。侦察到发到 CB6。巨人火山。99去火山周围，六点到那个十二点防空，给我烟雾就行了，给我烟雾罩起来，有没有？你们临时要往火山那边走，有烟雾的给我罩起来。好了。打烟雾，对方一击过来之后就打烟雾。野蛮，还有那个古鱼啊，米粉，往那个火山那边靠，靠你们三点去 B 六这边。B 六一击过来了，你们注意啊！鱼雷机，火山鱼雷机，十二点鱼雷机 ，CB6的鱼雷机，造起来，造起来，用的，用的，给我补一颗。这要我自己搞。航空啊，看效率了，现在。有侦察，给我一个，所有侦察，给我一个，上面，上面，放个侦察过去，上面。补烟雾啊，有烟雾的补烟雾啊。我靠，还等一个乱投。刷组有烟雾的船全部到火山那里去，快点速度。火山注意上的沿海，火山。这就有全部靠近火山，这就有全部靠近火山。火山没下来。火山没下来啊。注意，我怎么注意啊？火山没下来。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发报。我来照，我来照，不要着急，我正在过去，不要着急。我看都看不见，怎么注意？然后在十二。上一个。雷机出来了，十点方向鱼雷机 CB6 的，这就卡住 CB， 卡住鱼雷机的路线，卡路线去。照出来了，照出来，上海了。没危险，不管他。出来，编队走，时间走位，不要管鸟海，编队走，时间走位，抓航母去。不要管他，最后的时候谁？放鸟海，放到鸟海，编队走，时间走位。一走就行了，开心的去拍他，开心。不在，你拖着他就行了，不要管他。有炮弹没有？你拍一下鸟海，我没炮弹了。你们现在就是练防空的时候。应对于火山，小心点，又拖又投了。效率不怎么地啊，还是。那这么多飞机返航，我靠！我存在冲过去，冲过去看准那一炮，船头顶过去。他只会存在怎么打？存在自己鸟海打，我们搞前面的。这在哪里？都跑掉了，都跑！快跑嘛！你有没有炮啊？去支援一下存在，跟开心过去。开心过去了，我看不见怎么打，打毛啊，兄弟！我只有八发炮弹了，我只有八发炮弹了。飞机换翅碰触，往后掉，鱼雷机去搞鸟海去，鱼雷机掉三点方向，搞鸟海，不要去搞那个 CB6 了，火山构造生成了。侦察呀，看也看不到了，你看看。我有侦察呀。大佬，大佬，我这里有一个和 BB 熊了吧？我侦察回收了，没侦察了。鱼雷机可以去一下，好不好？零零九啊，防空啊！防空啊，防空啊！不见飞机下来，你这飞机放黑烟，我晕倒了我。火山忍无可忍，出去爬开。哎呀，受不了了，这个防空。像这个时候防空应该是对方来多少飞机打多少飞机。哎，联系一下裁判，确认比赛结果，老陈。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沉了，不要你沉了。哎呦。他妈还存在点了一个我。哎，果然是存在入了他。
好，先这样子啊，你先不要大家不要急着下，所有队员把调到原来华夏荣耀的号上面去。那个，现在那个老陈开个房，把华夏荣耀队建备的。